求院长，这件事情国际媒体也都很清楚都了解，我希望借由这个事件不要再有人再受到这样的伤害，四十几个家庭，这个情何以堪，这个怎么忍受，家人怎么忍受这种事情，不要去让一些公司再让他脱离脱产，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再发生，一定要杜绝。我们是台湾，是有水准的国家。这个是我刚刚讲啊，各位那个，我这边后续有关处理的问题，我们现在能处理的问题，对吧？啊，尽量帮各位协助各位来处理。那么至于后面要检讨的问题，我们每个环节，我们都会将来会跟大家讲清楚。有任何问题，我们会有帮助啊，来跟大家来。我希望大家共同来监督这件事情。好，谢谢。还有麻烦我们先生，麻烦我们快点，我要往前哦。